许氏生业集团秉持自种、自产、自销的朴实精神，不只种出最高品质的超大花旗参，且要借此全面回馈华人社区。我们保证，从土里面挖出来的，然后呢，经过它的所谓的干净冲洗，尤其像冲洗来讲的话，我们也是用过滤的水，我们农场里面一定是用最好的水，因为这要符合 USDA 农业部的标准，强调比一般市面上的干参营养更多出14%，再加上许氏生业集团副总裁 William 特别分享的私房菜单，更是健康美味又下饭。可能鱼片或一条鱼放在盘子上面，新鲜参拿进来，这个半条一条切薄片铺在上面，放一点蒸鱼用的这个酱油啊，放点葱姜蒜，放到微波炉啊，也不用开火了，转下去4分钟，顶多4分半。许氏生业集团 Wisconsin 空运直送，5年更新鲜参，东森特卖会限时限量独家优惠，观众想更多详情请上东森每周电视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